こんにちは。今は富士越神社に来ました。大家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藤越神社。藤就是那个藤蔓的藤，然后越就是穿越的越。これね、富士越神社。うん、こんな感じです。ちょっと道沿いのこんな感じの神社です。那就是一个在道路旁边的神社，大概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。那好像每个月，不是每个月，好像有几个月会举办那个祭典，但平常的话应该就是像这样子。那这一边的神社的话呢，主要保佑的是家内安全，然后还有恶厨等等，那就是会有几个月会有祭典那样子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以上です。じゃあね。